天下成平已久，然魑魅魍魉之辈重启兵祸，今吾令东击青离帝军应渊领兵，率天兵百万。此次兵锋所指，必要敌清六界，此战必铲除贼佞，再迎祥和。六界和平。 帝君小人，你快点回来吧。等你回来以后，我去找你拍马片。到时候我故意输给你，让你开心好不好？我写的信马上就要开演了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一定会回来看的。你是帝君，你不能食言。今日。 便让这玄心岩为仙君下一场雨吧。来，我的肩膀借你。先是颜淡，以创世英雄传一戏，感谢诸神众仙的创世之功。愿三界再无战事，永志不忘，以示先烈。此戏理应夺魁。你是不是做到什么好梦了？ 梦到你自己心爱的女子，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这现实身上为何会暗淡清香？他难道是颜淡？应元君，走！不，不走！快走！快走！不走！走啊！走啊！啊！ 取仙救人之法凶险无比，剜心者痛不欲生，先例大减。一个疏漏就会元神俱毁，白白折损仙命。帝君慈悲，早前便执意拒绝了此法，但现在是真的束手无策了。四爷汉淡之心，我的心能救他。 为何有伤？我没什么，我昨天晚膳的时候，不小心把自己的嘴唇咬破。这是陈花簪，万年灵木所化，有治愈疗伤的效果。娘子。 你叫谁？你呀。今日之后，我们永不相见。这是告别的礼物。沉香里的安眠散，最多让应渊君昏睡一炷香，必须尽快炼好解药。 眼睛的时候，就会看到我。你发现我是颜淡，会不会吓一跳？仙灵受死，心乃皆乱。既是剜心之相，又有雷行之境。
虽然所有证据都指向，但我这颗心告诉我，绝不是。我能安然归来，只因有人弯心相救。只惜与你无话不谈，他可曾与你说起过此事？没有，这件事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。池西现在一定重伤未愈，你赶紧回去看他吧，不送了，请回吧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天界要借情了，情真的好痛苦啊，真的比天雷还痛不欲生。比起痛苦，我更不想忘记他。在地亚那段时光实在太美好了，实在太怀念了。宁远君，他是你偃虚天宫的人，刑罚如何由你来判定，但是此人居心叵测，绝不可再留在偃虚天宫。夺海仙官将颜淡押入天牢，3日之后本君亲自送往天行台领罚。